主嘅恩典样样要数，主嘅恩典都要记清记楚。主嘅恩典，我哋一齐去数，必定会令你事事赞好。Yeah! Yeah! 如同大波浪，有时有受伤，但几乎要绝望。若带住你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别人叫你惊讶，立时乐欢呼。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别能叫你惊讶，立时乐欢呼。俾我哋一个更加大嘅地方，更加大嘅空间，我哋可以咧系发展唔同嘅事工。譬如我哋可以系发展大团小组嘅工作啦，团契可以喺埋一齐，系分开大团小组，又可以咧系加楼崇拜，亦都有新嘅模式。我哋有一个今年嘅二月开始咗一个新嘅成人嘅崇拜，同时咧外语无论系菲律宾或者系印尼。他們都是很喜歡搬來這裡的事工，因為來了之後他們人數都增長了很多，同時天崇也可以有一個更加闊的空間可以發展。所以總括來說，間樓給我們一個發展的空間，讓我們更加能夠去做到福音的工作，也可以做到一些栽培訓練的工作，是成為教會一個很有力的一個的用處的地方。一二一四播閒茶館，一齊嚟，好嘢！好嘢！哇 ！Hello， 我哋都好開心，我哋都可以喺度咁細個都可以嚟侍奉。咁我哋前面嘅路都仲有好遠嘅路要行噶。咁希望我哋步行籌款嗰日都可以見到你哋啦！拜拜。有咩夢想啊？你哋咁，我哋希望可以帶領到成個加州花園，甚至乎係牛潭尾一帶地區嘅居民都可以翻到嚟呢個地方，一同去敬拜、去崇拜上帝、去認識上帝啦。因為咁呢度直堂嘅目的都係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去接觸神，去成為我哋基督嘅一份子。咁係咯，咁希望就係最終係可以令到更加多、更加多嘅人翻到嚟呢一個地方，係。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一二一四，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一二一四，步行籌款，約定你。大家記住，今次我哋係十月十四日，係由加恩樓呢邊出發。我哋希望今次咧，我哋籌到嘅款項咧係60万嘅，其實唔係一個好大數目。大家弟兄姊妹努力支持啦。正所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咁最好梗係錢又出，力又出啦。大家開開心心去度過一個晏晝，我哋又出少少汗，我
可以見下我哋啲弟兄姊妹或者朋友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Deborah。係，你點解會嚟嘉欣樓嘅？因為我見到出面有 banner 話呢度崇拜，咁所以我就想過嚟呢邊試下咯。哦，你係咪呢度居民嚟㗎？係啊係啊。哦，你嘅感受點樣啊？第一次嚟到。第一次感受，我覺得呢邊首先嘅講好舒服啦，個教會嘅環境又好好啦，弟兄姊妹又好熱心喎，會過嚟，多謝，即係幾好嘅 caring， 咁咧弟兄姊妹又好係啦，好關心，亦都好主動，好熱烈去歡迎我咁樣。咁我聽講咧將會有步行籌款啦，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加油，一齊為到神一家去努力。12月14日星期一。步行籌款，我哋為咗你啦！一二一四，一齊步行籌款，預埋你，耶！為國家出一分力，耶！